第二个问题，我不希望另一半在我的电脑桌上放东西或者是吃东西，因为电脑是我日常生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机器，然后电脑桌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觉得我的电脑桌上除了鼠标和键盘不应该有其他东西。哦，你们会在电脑桌上吃东西吗？刘畅，我有个习惯，就是边看那个剧边吃东西，但是我吃之前呢会把那个键盘拿东西挡上，但如果说我在你的电脑桌上吃东西的话，我也放这么一个纸保护好的话，你可以接受吗？那这个可以接受，只要不让吃的东西飞溅到我的键盘上或者是鼠标垫上，这都没问题。好的。这里面有个很大的差异是，这个男嘉宾拿电脑主要是工作的，然后呢这边的那个电脑是娱乐用的，所以你们需要两个电脑桌。二号男嘉宾好，我是二号徐三秀子。我其实很理解你这种行为，因为我就不喜欢别人在我的钢琴上放水杯啊，或者是吃东西啊，在琴上，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很看重这方面的环境，所以我很理解，谢谢。